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我们又去巡山啊，再找点茶籽啊，因为家里捡了点茶籽，不多，但是有不少，搞得很尴尬啊，我们就继续再找一点啊，走，就在那个山啊，正对面啊，我们走过去。带狗一起爬山去。今天天气好。我们现在从这儿进去啊，一直横着过去啊，走那边去。我们去年才走过这个路，现在农科好深的哟。那有什么？那敞开。哎呦，猛哦！那有什么讲究？你还不会？现在我们找到路了，刚刚没找到路。有后桥了，爬的地方又不错了。这里有松圈。嗯。你这里有那个松树，从这边再往下走，马上到了。我们快到了啊，就那一片，看到没？开白色花了，全部是爬鸣啊。正前方，今天有点热，爬山。今年冬天感觉比较暖和哎。哇，这里好漂亮。冬天的花啊。野花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好多蜜蜂在采蜜。天气好，蜜蜂都出来采蜜了。就从这儿进去啊，开始捡茶籽啊。好了，这里好深哟，路也看不到了。看看今天能捡多少啊？这老虎笼啊，有点虚伪张了。这一块全都是茶树。很多粉丝朋友想看我们榨茶籽油的视频，那我们就要加油捡了。捡的少的话还炸不了，哎，全是籽子，挖过了，你看，就捡到一颗茶籽，茶籽球，其他都是茶籽。哎，今天老见哦，啊，今天老见哦，那我知道的嘞，了解好多，我你没见的好多点，能见我多来点安嘛，知道了。这边是点籽籽的，全部挖开了，全部变成籽了。嗯，我捡了这么多。那边多的见没？啊，那边多的见没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嗯，我这个长本身在光下来的。我那边多的看不见，你一边捡。我籽籽还是有些。这也好捡嘛。多高一些？嗯，你把手伸出来。有多长？好吗？全部籽籽儿。全部籽籽，没有。咦，你又在捡籽籽儿，怪酷。你超采了一场油割的。你看这一碰能不能搞到啊？啊，咋死？我烂掉的籽籽儿。会捡，你为了捡，至少乖乎乖乎的。啊，丑的我还没要，我会看上。嗯，搞搞点碰，你炒出来油格了。还有一手啊。嗯。还可以啊。再缓一会儿。那还不是你的嘞？我的，我没你们多。你的这块乖。有一回见你回，丑的我看不上。见你这么一细，没有碰上你看今天带的新的了。嗯。啊。带的太多了。两个庞龙，一个麻袋，还有一个蓝蓝。嗯。你是，就是才看得起这边的这片。我怕没人见过嘛。看到见杂志的人是多。嗯。这杂志好东西，人家不见。我们现在又到了另一片茶园，不知道这边收获如何。这
那边有吗？这边有光吗？啊，我给你搞个好东西吃，要不要？我在那边路上，这里，嗯。哇，难背呀！兄弟们。嗯。我软的。软的，点。我跟阿姨都去的，点没？来，有个凳子被别我看嘞。嗯，这样点。地上好多壳壳。嗯，我等会儿进的也受不了，我。这地方肯定是别人捡过了，但是没捡完。哪里都捡不完呀，没那么捡的干净的。阿姨都直接坐到地上了，好远没见你了，这大夫歪了身打扮啊，好些，上学一毛钱，长得好哎，得多好。捡啥子好累，一天磕的作业都快给他捡啥子。这边是有点么子，平时能捡，还是搞了点东西。捡几块？这么大荷包哈。他这么干，肯定是捡到一些嘞。嗯，等会儿哪哈都热的，我在这去捡这么一截的。这个位置还捡了点啊，不然一开始在那边捡都感觉要放弃了。这位置应该是都还没。怎么捡到的？因为这个地方很偏。嗯，我们现在今天捡的全部是茬子啊。嗯，全部捡的籽子。里面籽子啊，没捡壳的。捡了五斤茬子，就一斤鱼。嗯。这个要乖。嗯。急需努力，要捡一西米嘛。一西米。一西米一斤半鱼。东边落渣子，它就到处窜。这个、都不晓得穿哪里去的。捡杂子就是要耐心哈。嗯。这么是地皮吧？啊，不熟客。哦，这是地皮吧？捡籽籽儿哦。哎，地皮吧有几种嘛？一种它吐的。哪种？嗯。红色。嗯，红色地皮吧。这能吃吗？我都吃两颗了。熟客，熟客。嗯，有地上这些是吧？嗯，很多。这个酸盆儿，酸盆好吃。这个是另一种鱼吗？嗯嗯嗯嗯。那个好吧，到了看叠成篮子没？那篮子有两三卷。今天也入饭了，全是籽籽儿。籽籽儿，它籽儿贵了你。是比我们上次捡的多些，兄弟。嗯。嗯。哎呀。嗯，没有那么多哦。这个羊皮袋来捡，那天捡的羊皮袋都捡的看家的了，这捡的那个都少了。哦，你看这儿没用，我都把脑壳都坐到的。嗯，满满一小篮子啊。嗯。有啊，加上家里那个应该能打一斤多油了啊。像这个茶籽啊，一斤茶籽能换那个菜油半斤。我看着啊，茶油80斤，菜油12。啊，你看他肯定和你换嘛，他肯定花了嘛。五斤大一斤榨油，你看他赚好多钱。那我们捡的一起能换几斤那个菜籽油？啊，15斤哦，15斤哦。我们捡差不多可以。哦，可以翻到一浮油的，一浮油翻到的。嗯，我是的。你看嘛，你一浮油就5-6斤嘛。哦，再一看你活大活小啊。啊。应该可以翻个5-6斤的菜油了。但是后头花不来，给我们自己打吧。嗯，很香啊，很香啊。
哎，那小伙子聪明啊！你没见我怎么出现金毛？你看了吗？啊，你回来干购物，我们大早放下来还看到了。又是一天时间啊！现在冬天日子太短了，我早去山里稍微找一下，就没时间了，就要天黑了。走，回去看一下总共搞了几斤了，我回去称一下。啊，差不多。嗯。啊，没我们多。看呀。营养针。哎。营养针。也是光子子。嗯。天天有人捡的。捡的紫色。天天有人捡的。我大多。我大多的光光的，那光光肯定有人捡。有人捡，俺在包里呢。包里吗？嗯。俺在包里也光光的。那都是让你捡，哎呀。俺那耳朵的哈士包，那叫牛来我的试过了。哦。大的卷儿，大的卷卷儿，然后七块多钱到捡上。看到没？咱一路开的捡开的。这啥子人多？以前我看地方多的，哎。天皮喽，天皮喽。块有个，有块有个大捡捡到。这是今天的啊，今天过来看这个刀，你想看，嘎哒哒哒哒哒，我看门点几斤的。取笔没？学的。你咋给我削笔呗？好。好。我笔没了。三斤三两。猪皮啊。哎，猪皮三斤三两，一点六五嘛，三斤三两。看不清哎，为什么？过来比喻啊。嗯，看清吗？现在看清，现在看。是不是没电了？有电，你这个看不清，太阳光太强了。嗯。这个是前面捡的，前面几次的时候。好，看几斤？九斤。有九斤。九斤几两？这只儿九斤可以打好多油了。两斤油了差不多。两斤咋子油？嗯。二十一百六十块钱哦。嘿，是的。一百六十块钱。啊，可以，如果换柴子油的话，可以换几斤呢？你看嘛，已经还半，已经至少还半斤。嗯。搞了十五斤油嘞。可以啊，搞了两斤柴油嘞，我给他犯规，我这还起不得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有点苦的，反正油有点大，没那么油炒。这个既然这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茶籽油，为什么又卖这么贵呢？健康嘛，它里面好多一些人体需要的一些。那些营养，张老师上线了。所以说他贵啊。好吧，我们这期视频就这里啊，拜拜。听着。